据台媒报道，本月大陆绕台军机上搭载着有实弹能力的弹头，台防务部门也表示大陆的实弹能力进步飞速。你刚才的问题说是台防务部门称，解放军的实战能力进步飞快，问我有什么评价？我评价就是我同意。In your question, you mentioned that defense agency in Taiwan said the combat capability of the mainland is advancing rapidly, and as for my comments, I should say I agree with them. 但是我补充一下，因为我还看到了这个媒体的报道，舆情当中说呢，台防务部门还表示说这种动向呢值得警惕。那么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，以武拒统，只有死路一条。